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存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存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立于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众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42页，742页，我们从第一行第三句看起。第一行第三句：心等六蕴。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，若不知有，总是虚妄。上面解释知无与知有，以明摄达有，这经上这一句话，识是认识，达是通达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。这个事实真相如果不通达，就没有办法入佛门，就没有办法提升自己。凡夫执着有，认为十法界六道轮回是真有，那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也没有，假的。那可是这里头最重要的，就像起心论上所说，利言所想，利文字想，利心缘想，你才真正有实达。如果执着，给你说空，你就执着空；给你说有，你就执着有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即使诸佛如来，也没法子教给我们。为什么？念住了。所以起心论上说的好，一定要离开，
不知足，言说文字是言说的延续，所以它的作用跟言说是相通的。言说不能知足，文字就不能知足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佛真正佛法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这才能真正体会到真相。相好像是有，其实都不存在。这种事情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量子力学家知道所有一切的有为法，有生有灭啊，生灭的频率多高呢？一般人不知道。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佛问弥勒菩萨说，心有所念，凡夫心里起了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时，经文是几念几相是也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，一弹指，举手弹指之间，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是10000。100个千10万。10万乘32亿。乘出来的结果320兆，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，这指的什么？指的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。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，所有现象，无论是物质，是精神念头，自然现象，没有两个现象是相同的，没有两个念头是一样的。于是真相现出来了，物质现象不可得，精神现象也不可得，自然现象也如是。
所以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些现象，它存在的时间，一个现象，一念。啊，一念有这么多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一个现象，实际上这是细念，微细的念头。一念就产生一个现象，那一秒钟产生多少？啊，一个现象，它存在的时间是32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说，一秒钟它生灭已经达到320兆，一秒钟32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无法想象，所以叫不可思议。你没办法想它，想不到，你也没办法说它，说不出。言语道断，心性出灭，这是事实真相。物质现象如是，精神现象也如是，乃至于自然现象，无不如是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今天看电视，电视的画面得有色相啊，也有能发声音，这个色相它频率多高？一秒钟100次。我们看那电视啊，以前黑白的电视没有彩色的，50次啊。早年电影院里面播放的影片是动画片，我们这里还有一张，这是电影播的底片，一秒钟多少次？24次，就是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，放映机快门打开，这一个画面打在荧幕上啊，立刻就关起来，关闭，再打开第二张啊，再打开第三张，一秒钟24张，就把我们欺骗了。我们看到好像它很逼真的，它存在啊，其实它一秒钟24张。我们今天的电视，彩色电视，一秒钟100张，这就好懂了。我们现前这个环境，我们眼见耳闻的这个境界，是一秒钟2242兆次，
诸位要记住，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怎么能知道？所以都把它当真了。事实真相呢，不能说真，也不能说妄。为什么？根本不存在嘛，全是假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这四句话，我们要牢牢记住：事实真相如是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里头有没有真妄？没有。有没有善恶？没有。有没有是非？没有。叫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所以为什么这些佛菩萨罗汉他们能放下？他们此地所说的十大真相，他们知道有无，有不存在，无也不存在。有无是我们对于这个境界里面起的幻觉，把它认错了。真相是真相不可得，无所有不可得。我们以为有，以为它真存在，这叫迷了，这叫无明啊。执着知有知无就是无明。无明他就造业。造什么业？在境界上升起七情无欲、贪嗔痴慢疑，这就是业。业本来没有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，业当然不能存在可是你以为它有，这亏吃大了。为什么？把自信所现的一真法界，十报庄严图因为我们造的有业，业力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以为真有十法界，真有六道轮回，这亏吃大了，堕落在迷幻里面呢，出不来了。所以佛慈悲教导我们，头一个就教我们要知有，要知无，有无都不存在。要知道有自信但是自信它不生不灭，它是真心。什么叫真心？它没有无明，他没有尘沙，他没有见思烦恼，三种烦恼都没有。
他是在正常境界里面生活啊，那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啊。正常我们也没办法，也没有概念。我们用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五句话，在这个里面得到一个概念，略知一二啊。真心就是它真实的存在，这些相是它现的，真心直现，我们讲嘛，真相一真法界，极乐世界就是的，华藏世界也是的，密严世界也是的。啊，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是真的。啊，净土宗叫他做常寂光，他在哪里？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他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，万事万物就是从他出现，能生能现，万事万物整个宇宙是他所生所现啊，所生所现，现的一切现象不能说它有，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，这是它的真相。如果在这上面有执着，一念执着，这一念很麻烦，这一念的执着就念念都是执着，这就没了，那一念叫无明，我们说不明了了，不明了就是无明，明了了，明了执着和明了，没有把明了放下，那个明了就是不明了。佛说法不容易啊，得要会听啊，会听就会开悟。为什么不执着？不会听的不会开悟，他执着。把经典上所说的这些统统都记住了，都变成业了，变成障了啊！把自心本有的般若智慧障碍住了，智慧不能现前，现前的全是烦恼习气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新登陆上说的这些话都是解释知无知有啊，设达字有无是经上的话，下面念老讲的设达为设心大本，心是真心，本是本体，一切万法的本体
啊，你要认识心，真心，你要了解万事万物本来面目。啊，了达，了是明了，通达，从本以来，自心清净。真正通达明了啊，这一句跟慧能大师的五句话完全相同，一界是无，无界是一，自性清净，自性不生不灭，自性本自具足，自性本无动摇，自性能生万法。变法界、虚空界从哪来的？自性变现出来，能生能变。啊，这个变现出来的现象，净宗称之为常寂光。常就是不生不灭，寂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无为。光是一片光明，啊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整个宇宙都在常寂光中。啊，没有缘，它不现，一片光明。谁知道？法身菩萨知道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见到常寂光，见到常寂光，就是见到变法界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真的横遍十方，数穷三极，他们有一样不知道。大家要晓得，佛陀的教育是要叫每一个人都成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，毕业了，成佛了。啊，没有彻悟，还在菩萨地位，菩萨还是学生。你的学业还没有圆满，你还得继续努力。阿罗汉刚刚开悟，小悟刚刚开悟。啊，菩萨有51个等级，像读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。啊，最高的51年级。大乘教里称得出实心，好比下雪；实住，好比是中雪。啊，初中；实行，好比高中；实回向，好比大学；实地，好比研究所。
等觉好比波斯般，用这个做比方，大家有个概念。佛门的课程84000法门，绝不是一个大学能够跟它相比的。84000是有个数字，它是表法，表什么？表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。佛教大学开的课程无量无边的，没有数字能够形容啊！可是它有妙，妙在哪？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你只有一门通了，一切就通。好像我们这个大厅大房子有许许多多门都能进出，你在外面看84000法门，任何一门走进来都一样，走进来得到的是圆满的，不是说你走这个门进来你只能看到一间房间，其他看不到，不是，进来全部都看到，全部都通达了。所以佛则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？众生根性不一样，迷的境界有差别，迷的浅深有差别，个个不相同啊！契机很容易就成就啊，不契机的我很难入不进去啊！这84000法门，这叫一般的法门，普通的法门啊，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法门，跟一切法门性质不一样的，就是净土法门啊。其他法门成就很慢，过程很多，时间很长啊，净土法门很单纯，一个空，一个法门，难信，很容易成就。你只要真信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就。这一门叫易行难信之法。意到什么程度？一句佛号，就念这一句佛号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念成功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什么都知道了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弥陀大愿里面说的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生到极乐世界，等于七地以上，七地是正无生法人，有不但知道，
知道得很透彻，啊，知道得很有深度，化身里面的大菩萨。这是一般勤修苦修八万四千法门那一些菩萨们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啊，迷在设法界，迷在六道轮回无量界，哪有这么便宜就出去了。所以叫一心难行啊！啊，什么人能相信？真的相信并不简单。大乘经里的佛常说：“过去无量劫中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。”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，他就得诸佛如来的加持，加持力量帮助他能信不怀疑，依这个法门修行，这一生就成就了。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多啊，自东晋以来，圆公大师建第一个念佛堂，在庐山，一直传到今天，世世代代以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。啊，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。那么还有修的，我们也常听说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这什么原因？前面说过。啊，真正接受不怀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的，这是过去生中供养一切诸佛如来缘成熟了。这么多佛加持你，你还有怀疑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供养诸佛如来还不够多啊。啊，现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修不少法门啊，念很多的佛，很多的菩萨，很多的罗汉，那就是你还在积功累德，你在这个阶段没成熟。如果真的相信，一点不怀疑，成熟了。我们能看得清楚，能看得明白。啊，所以这底下借助此证，啊，此证相当于大乘起信论中的执行，执行者正念正如法也。啊，这是知有知无，啊，是大有执行正念正如。
宗门永禅旧，教下永智观，禅宗净土宗里头一向专念都是真念真如法，能去吃个榜样给我们看吗？能。海贤老和尚就是最好的榜样，啊，祖师大德传授给我们的法门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度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也是执行正念正如啊。只要功夫深，效果就出现了。啊，效果是什么？智慧透露了，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小悟是小乘，声闻缘觉；大悟是菩萨，大彻大悟是佛陀。啊，下面我们再看。二者呢，缘修万恨，相当于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身心啊，要修一切诸善行，要是爱好欢喜啊，缘修万恨，你看这个里面用的字，缘缘，每个人都不相同，所以佛法教学确确实实是无有定法可修，没有一定的法，老师教学生完全是应机授予，他是什么样的根基，用什么方法教他，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，不是一个样子教法，十种方法，所以个个契机呀，个个成就啊！啊，孔夫子当年在世，他学生当中有成就的72个，这72个是缘修万恨啊，都成就了。弟子3000人里头只有72个真正成就，成阿罗汉，成菩萨。啊，我们用佛经的术语来说，
大家容易听懂。孔子什么境界？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层次。你去读《论语》就明白了，那是佛的境界，不是小乘。我们这一生成就与缘有关系，缘修万恨一定成就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缘修是讲实质，不讲形式。啊，只要懂得修，就会有成就。啊，这第二，相当于起心论里面讲的身心，要修一切诸善行。三点呢，大慈悲为本，相当于彼之大悲心，欲拔一切众生苦苦，是以此之三种法性，真起心论之三性。起心论上讲的知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大悲心很重要，大悲心就是现在一般人讲的爱心。啊，佛法没有说爱，说慈悲，这两个字都是爱心。悲是拔苦，帮助众生离一切苦难，这是悲心。啊，慈是娱乐，帮助他得乐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个心叫慈悲心。所以大慈悲为本呢，这你写得很好，相当于彼之大悲心，欲拔一切众生苦，是以此三种法性，正是起心论三性，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，故知法如是之心，即是法大菩提心也。此者引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，就是往生论。为菩提心，即愿成佛度生，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。此心初看呢，四教前心亦于发起，
好像比前面所说的十大有无好像比那个深了。这个知心呢，而实际上呢，它也是有它很深的深度，并不是那么容易。特别是现前的社会，把传统的教育疏忽了，为什么大乘佛法传到中国，其他地方没有？给诸位说，佛法乘船是平等，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人世间之后，他的弟子们不止三千人四面八方传播佛法，现在在历史地理上都能够考证出来四面八方弘扬，唯独在中国这一支生根不但生根，而且真的发扬光大了。从印度传来的，小乘有居舍宗，有陈氏宗，这两宗现在没有了。南洋南传的属于这两个宗派，大乘八个宗，都是从印度传来的。法相唯识是在中国建立的，所以他的初祖是玄奘大师，二祖是窥基大师这在中国建立的净土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立的，慧远大师禅宗是大摩传来的。这从印度传过来，大摩是第二十八祖，传到中国来，在中国上出祖，中国出祖。那么真的都不是容易事情。净土法门底下讲得好，盖以净土往生法门设为难行之法，信心未生何能发现。这句话讲得好过去200年前
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教育。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母亲怀孕，叫胎教。啊，怀孕这十个月当中，母亲的思想没有妄念，没有邪思，啊，都是正知正见。母亲的言语如何？啊，母亲的活动都如理如法，啊，都守规矩，啊，好像《弟子规》里头所说的113桩事情，父母统统都做到了。啊，孩子还没有出胎，没有离开母体，他已经受到最好的教育。啊，这个小孩子生下来，好骄傲啊，有德行的，有聪明智慧，听话了。哎，也就是我们常讲老实听话正干，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培养出来。那么出生之后，他睁开眼睛，他会看，他竖起耳朵，他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。谁教他呢？父母教他。啊，父母的言谈举止，他在模仿啊，他在学习啊。啊，学多久？1000天，也就是3岁。从出生到3岁，这是第一任的老师，母亲承担。啊，所以母亲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，根扎下去了。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3岁也看80。”啊，3岁。他看，天天看，看了1000天，所以就变成他的习惯了。他的习惯总思考问题，啊，到言语动作向父母学习，全学会了，叫3岁看80。3岁，他所学的这一些伦理道德的教育根扎下去了，根深蒂固啊！啊，6、7岁上学，老师教他。好教啊！老师继续要表法啊，也老师不好当啊，是学生的榜样。学生的榜样最初是父母给他打的基础，现在让老师在帮助他长成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许多典籍
经典，经大圣大贤的教学啊，这些文字要让小朋友读诵，对着书本家读，不对书本家诵，诵就是背诵啊。怎么背诵呢？学生还很小，智慧没开，记忆力很好啊，所以只教他记，读出他的变数啊。古人教给我们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这部书从头到尾，这个学生有没有念满一千遍？所以以这个为标准啊，一天念十遍，念二十遍，念三十遍，每一个学生的进度不一样，有的很聪明，念几遍就会背了，有一些差一点，念十几遍才能背，还有更差的，要念二十遍才会背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重视语言不相同。啊，聪明的、记忆力好的，变数念多，速度加快呀、啊。进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啊，这一步念完了再学第二步，不能同时学两样，只能学一样啊，一样一样的背。你比如四书、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啊，先读大学，大学念满一千遍了，再念中庸，中庸也念一千遍啊，再念论语，论语也念一千遍，再念孟子，孟子也念一千遍，这样教法啊，孩子念得滚瓜烂熟。一千遍有时候他会悟啊，他懂得你的意思，讲给老师听啊，不是老师讲给他听，是他讲给老师听，老师在跟他一起研究，提升他的智慧，提升他的见解啊，老师要懂得教学，老师不能讲给学生听，讲给学生听了，他完全是变成寄诵之学啊。老师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众生，帮助学生开悟啊，小悟、中悟、大悟，帮助他开悟啊，让学生读啊，读一千遍有一千遍的悟处，再读一千遍又有悟处，跟前面不一样啊。如果一天念十遍不难了，一年就一千步啊，年年向上提升呢，真的可以到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到不了，也能够到大悟。大彻大悟圣人，大悟是贤人、菩萨，小悟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
啊，这是古人学习理念呢，教学的理念呢，跟现在不一样。啊，古人学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圣贤君子的教育，这个教育根扎下去了，到十四五岁再学佛经很容易起入啊！你看古来大德，许多祖师大德什么时候出家了？十几岁出家啊，就学习经典，他有传统文化的基础，有这个根，他学不难。啊，学习的方法不变。小时候在家学的，读书千遍；出家跟师父学的，还是读经千遍。啊，千遍脱下来之后，讲给老师听。啊，有些讲的不错，确实有悟处。啊，老师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帮他提升，叫他上讲台。为大众讲经说法教育，这个一代一代的人才是这样培训出来的，不偶然呢。啊，凡是上台讲经的都是开悟的，没有开悟的不能上台。没有开悟的不能做注解。啊，古时候教学严格，现在问题是什么？根没有了。这个问题严重。那现在学校纵然我们办汉学院、办佛学院、办佛教大学，我们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的，中年出家在学佛，不是从小。我接触佛法26岁，啊，33岁出家，啊，出家就开始讲学，根底不够深呐。我学佛7年，出家讲经教学，啊，看看古人，古人10几年。啊，至少都15年以上，我跟他们比少一半呢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想到的，怎样来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？啊，什么叫一条龙呢？从幼稚园办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直办下去。啊，这也是个特殊学校。可以向教育部来申请，我们来提案。啊，这种学校采取封闭式。为什么？
社会是大染缸，严重的染污，你所看的、所听的、所接触到的，都是帮助你在触动你的邪思邪念。啊，邪说邪行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所以今天社会动乱，灾难这么多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根本的原因在教育。那么古人教育学的环境好，学生上学私塾，私塾是封闭式的，啊，课堂里面至少是两三个小时，啊，多半都三四个小时，当中没有休息，啊，他让你聚精会神，一门深入。长时熏修啊，三年五载养成习惯，到老还习惯成自然，少成若天性，他受到这种效果，所以能成大器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几句话：信心未生，何能发心？这心发不出来，首先要有信心，断疑生信。如《阿弥陀经》云：“设佛诸佛，称赞本师，于无着事。”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这是阿弥陀经，真不容易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，真是难啊。又本经独留此经品曰：若闻此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，没有比这更难。啊，这些都是说明能信净土，实在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。于此难行，难信，能信，这是大智。顺此信心，发成佛度生。同等净土之愿，即是发菩提心也。难发了，我们今天有这个愿，这缘抓住了，能不能成功，我们自己没把握，我们依靠祖宗，求祖宗保佑，我们依靠三宝，求佛菩萨加持，让这个学校办成。啊，这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有几处
新界汉学院，啊，也有几处在兴办一条龙的师父，私人办学来做实验的，那做成功，成效出来了，大家相信。啊，这些课程叫什么？汉学院。它的层次相当于一般大学，而且还有学位。啊，有博士，有硕士，有学位，课程怎么认定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，是在讲我们的目的非常单纯，就是培养一批将来真正是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流的教师，啊，让这些人来集成传统文化，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，再传给后世。我们就这么一个愿望，啊，很单纯，啊，所以课程我们就选择的群书之要、国学之要，啊，为什么？这两部书能读，这两部书是古大德在四库里面借取的精华，这两样东西学会了，你就有能力去学四库全书。在四库全书里头，你喜欢哪一种，选择一部，用十年的时间去专攻，十年之后你就变成汉学专家。你专攻这一步通了，没有学的也能贯通。所以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一门通达了，门门都通。啊，这也可以说像大乘经上所说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要开悟啊！啊，对于圣贤东西要有开悟，要悟才管用，不开悟不行。啊，绝对不是记问之学，不是记得多少，要开悟。啊，我们把目标定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全心全力在推动，后面这几句话是能信是大智慧，而且大福报啊！顺慈信心的化成佛度众度生同等净土之愿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去干什么？跟阿弥陀佛学习，
极乐世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同学是诸大菩萨。到那边去拿极乐世界的博士学位啊，极乐世界的博士学位是地上菩萨十圣的，硕士学位是三贤的，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，是地博士学位，再到极乐世界去拿去，然后才有智慧，才有能量，有神通，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，发这样的大愿，这样的大心呢，啊，所以这里几句话是：但能真实信受，自然能发如上之心，是又为净宗之殊胜方便。啊，净土宗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，如弥陀要戒云：身心法云。即无上菩提，是以念佛之人必以早生心愿，是即发菩提心愿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他20岁本住自己的根性，老实听话真干，他具备这三个条件，所以师父特别教导他，老实念佛，叫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真的老老实实念了92年，念到什么程度？念到化身菩萨的境界，禅宗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他念到这个境界，他没念过书，他不认识字啊。可是你不管什么经，你问他好像他读懂，他都能给你解释，说出一番大道理，叫人佩服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也有两个人学海贤，学得很像刘素云居士，一生专攻无量寿经啊，每一天无量寿经念10几20遍，他念了20年了，熟透了啊。还有一个北京的胡小林居士，
最近六年专攻大乘起信论，我听过他两堂课，讲得好，讲得很到底，啊，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跟他相比的，啊，他无论大乘起信论念了3000多遍。其义自见呐，不难呐。啊，培养真正有成就的，善知识啊，弘法利生。无论在家出家，方法是一样的，应接得定，应定开会。啊，3000遍是持戒，诸位要晓得，那是戒。3000遍之后就得定。心定了，3000遍书念下来，妄想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你得定了，定能开会，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意思，你全懂了。现在学习没老师了，上一代的一些高人都往生了，走了，现在没人了，现在全靠自己，自己说无师自通，你依照这个方法一门深入，读书千遍，就能够无师自通。要持之有恒，啊，用真诚心，用恭敬心，用清净心，你一定能成就。啊，真正成就之后，你才能教人。啊，讲经是帮助广大的群众，帮助他们认识圣贤教育，帮助他们认识大乘佛法，目的在此地。认识之后，你才会选择一门专攻深入。啊，中年以上都来得及，甚至于老年对净土真能生起信心，都能往生。这个法门殊胜方便，无与伦比。所以要发心，不然我们的光阴空过了，
这叫真可惜啊！能够把光阴抓住，一分一秒都不放松，这个人必定致富。啊，往生就是成佛。念老最后两句话劝我们，这劝念佛人必须宜早生幸运，越早越好，真心真愿啊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下面第四段，问答解释。啊，这个问答是念老假设的。问，啊，问曰：若备修万恨，能感菩提，得成佛者，何故？诸法无心经。云：若人求菩提，皆无有菩提，世人缘菩提，又如天与地。这个问题来了，针对前面所说的，你提出的要备修万恨，能感菩提，在经上说，若人求菩提，即无有菩提。这话怎么说？下面解释，是曰：有人根据《诸法无心经》中所云，若人求菩提，即无有菩提果得。此求者乃原理于菩提，如天与地之相隔远。既然如此，经何云？修万恨，能得菩提之果，而成佛也。以下作答。下面作答。这个问答，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，实际上很深。问得很深啊！我们看下面答复的菩提真谛，力求无相啊，今作相求，你现在着相。你着相求啊，不当离时，跟菩提的离体不相应。故名人缘，所以举比如说，你的跟菩提距离越来越远了，是故经言。菩提者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身得也。啊，下面解释，菩提真正之本体，切体则无一切相，离呢实即离体，一切真如实相。行人若作相以求，亦存菩提之果，即求菩提之法，此均是法之。即是作相，自离于离体之实际，故云不当离舍，此人
在原力与菩提这几句话的意思讲得很深。经言，佛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：菩提者，不可以心得，不可以身得。啊，身是物质现象，心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你身得不到，你那个心也得不到。那怎么求法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教给我们，解释给我们说，菩提真正之本体，切离则无一切相。什么是离？实际离体，这名词都很难懂。也就是真如实相。真如实相这个名词我们听得很多，大乘经上常常说啊，真如实相，我们对这个名字有个概念。什么是真如？什么是实相？它的真实意，我们没办法理解。啊，实相是真相。我们来用比喻来说，让我们有个概念，实相是真相。譬如我们在电视机前面，我们面对着画面，这个画面的实相是什么？真相，真实相。这个画面真实相是无相。为什么？这个画面是动画啊，像电影动画片一样。前个动画片打在这个荧幕上啊，它时间很短，1/100秒啊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时候，它跳动了。第一章没有了，第二章出现了，第二章没有了，第三章出现了，1秒钟100章，这是它的真相。我们有没有看到它跳动？没看到。其实它是在跳动啊，才100章啊，1/100秒啊。我们就被迷惑了，我们所看到的是妄想，是假象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是梦幻泡影，有没有？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。啊，真如实相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，不得已方便说一个名相。说个名词让大家有个概念，但是这个概念不可以执着啊，一执怎么样就变成法执了啊。只有两大类，一个是人执，一个是法执。人执执着这个身体是我，
执着这个名字生活，啊，有这个执着，麻烦大，这是六道凡夫，这是轮回心的，轮回事啊，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，就是你有人我执，有法我执，从执着里头变现出这个境界啊，虚幻不实的这境界啊，境界相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这么来的。怎么样你才能知道真相？一切执着统统放下了，真相现前啊，真相现前还有一个麻烦，根本无明，这个东西不破，你还是看不到真相，知道有真相看不到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说的粗一点浅一点大家好懂，起心动念，我们眼见色，起心动念的马上起心，真一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马上就散了啊，在面前就出现两桩事情，一个我喜欢啊，我爱，一个是我不喜欢，我不爱，那这个念头就生了，这什么？这就造业了啊！这个相，屏幕上现的相，这个相是假的，生灭相。屏幕虽然不生不灭，它没相。啊，它是一片光明，好像长寂光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一片光明。这一片光明不能说它无，为什么？它能现象，遇到缘它就能现象。我们把频道按下去，像就出来了。啊，我们把屏幕比喻做长寂光，把色相比喻做十法界，比喻做六道轮回，我们用这个比喻比较容易体会，容易产生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都不许可你分别执着啊，一分别一执着坏了，造业啊！你喜欢的善业，不喜欢的恶业，没造啊，起心动念就造了，这叫意业，业有身口意啊，身口造的业你容易明白，起心动念你不容易知道，通通在造业，特别是意业，意业是一秒钟造多少次？2240兆次，不知道啊！啊，你一个不高兴，一个嗔恚心，啊，虽然一阵子过去了。啊，几秒钟过去了，一秒钟2240兆次，
还得了啊？太可怕了！死了以后到阎王那里算账，是这么算法的。真的太可怕，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，教我们净念相续，这些造业，造什么业？造净业，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业。这个业好，这个业造熟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念往生，那就是怎么不造别的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我让这个念头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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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让它中断。为什么？它一中断，别的念头就进来了。啊，这个念佛的功夫就被夹断了，就被染污了。啊，功夫就不能成片了。啊，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所以有求的心都是妄心，我们求生净土也是妄心啊！但这个妄心好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用真心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你的功夫提升，不是的，阿弥陀佛无量界的功德，他老人家修行的功德，再加上四十八愿的加持，你的菩提心现前了，你的十报土现前了。是这么个原因呢？啊，你这在一生当中很短的时间就能修成啊，一般人大多数三年功夫成片，有寿命不要了，求佛带你往生，佛就接引你去了。三年走的人太多太多，那不是他的寿命，没那么巧啊，而是佛力加持，佛来接引啊。在几年前深圳有一个居士，听说三年念佛能往生，黄忠昌啊，他年岁不大了，他说实验实验，如果真能走，我就想走。他闭关两年十个月，还差两个月满三年，我生了啊！他自己说的，他是寿命不要了，确实能满人愿的。
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法身菩萨、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，真正的阿惟越智是七地啊，七地以上证得无生法忍。啊，所以菩提要不要求？要求，又不能着相。啊，菩提的意义要清楚，菩提就是真如，就是自信。我这层学佛，我要见性，我要明心。啊，那么佛菩萨在经典教给我们的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，认真努力学习又不能执着，佛法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，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里，世间法允许你有执着，允许你有个强烈求的心愿，佛法不可以，要求但是不能着相，着相就是世间法，不着相就是佛法，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此地，一定要知道啊！证得佛法之后还一样的穿衣，一样的吃饭，没有离开世间法，但是怎么样？跟世间人不同，世间人执着，他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学佛的人虽然穿衣吃饭，甚至于交际应酬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再高一等的人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那是佛与大菩萨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。起心动念都没有啊！世间人干的事情他一样干啊，他不造业，因为起心动念就造业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不造业的是佛法，就是念佛，念佛起心动念也造业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如果不起心不动念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。这个要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还有起心动念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。方便有余土，它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方便有余土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有分别，没有之处。啊，这些都得搞清楚搞明白啊，求一句佛号不间断，然后再求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那个很细很难，我们先求不执着，真正不执着了再提升不分别啊，最后再提升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生十宝庄严土啊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，方便有余土啊，通通都有，
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有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有同居土，虽有同居，但是只有人天两道，没有修罗，没有恶鬼地狱出生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是净居，啊，这个同居净土叫同居净土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。我们这是同居的六道，啊，他没有两道。那么底下这句话是，你看，求菩提之法，这法旨啊，他还是做些着相啊，做相就是着相，执着相啊，自立于菩提离体之时期，着相跟自信不相应啊，跟离体不相应。啊，故云不当离识。啊，他跟这个离，跟真实自信，啊，真实的自信跟离不相当，不相应。这不当也就不相应。此人呢，在远离于菩提，这一句话解答了啊，这个人跟真正菩提不相应，所以说他远离于菩提啊，大菩提真实菩提心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